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诸位莲友，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早上啊，将本经第六品发大誓愿已经讲解完毕了。这一品的经文是全经的核心，也是净宗法门的核心，由48大愿而建立了极乐世界和信愿持名的念佛法门。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啊，只要能够深信这个法门，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纵然现在依然是烦恼生死的凡夫，也必在临终之时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一旦往生了，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圆正三不退的菩萨了。三不退是：第一，位不退，不会再退转做凡夫；也就是藏教出国以上这一类的圣人。第二呢，是行不退，也就是已经发了大菩提心不会再退回做小乘。第三是念不退，就是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娑婆若海就是自性之大海，换句话说，念念回归自性。那么三不退的菩萨，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那么如果讲到圆正三不退这就地位更高了圆教里面圆满正得三不退，那就是无生法忍的人物如果是用人王经的说法，这个无生法忍的地位便是七地、八地、九地的菩萨
所以呀、现在呀、我们虽然是凡夫，念这几年的佛，一到极乐世界，就未登不退，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么高的地位。所以法门之殊胜啊，就不可思议了。正由于他的不可思议，所以啊，众生啊，对这个法门就很难相信。这个法门称为是难信之法，却又是易行之道。行起来就那么容易，信愿持名，乃至十念，必定往生。难就难在我们呢，不能够死心塌地的信这个法门。所以世尊不得不苦口婆心多次讲解《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劝导我们要信受奉行。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绝对不会骗人。骗我们做什么呢？人家是太子出身呐、王位都不要了，出家修道。修苦行，三衣一钵，风餐露宿，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度我们这些众生嘛。所以怎么可能是骗我们呢？我们呢，要信佛语。虽然还不能证得佛的境界，但是能够养信，无条件的接受，这一生啊，就得以解脱了。那到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相信？那只有成佛。这个法门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声闻意解思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阿罗汉那是得正觉了。智慧远远高出我们一般人。他们有神通，能力很强，可是他们思维佛的境界、佛的智慧，千劫万劫，都无法测度。那更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阿弥陀佛这48大愿呢，愿愿都是超情离见，超过我们凡情所能测度，不是我们这个凡夫妄想心中所能够揣摩估计得到的。是完全万德圆明的本心之流露，是诸佛之境界。
是度众生彻底的方便，给众生带来真实之利益，让我们能够啊当生成佛。所以四十八愿呢，都是为了饶益有情，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心呐。那么弥陀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大愿王啊，大愿海啊的一个纲领。如果细说呢，每条愿呢都可以啊又分出十条愿，就480愿啊，再继续分4800愿、48000愿等等，无量无边，称为呀、阿弥陀佛大誓愿海，也就是一乘愿海。一乘就是让众生啊直接成佛的，这叫一乘，不需要经历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啊，二乘三乘都是佛的方便说，一乘才是真实说啊。而弥陀大愿正是一乘中之一乘，令众生啊不仅当生成佛，而且迅速成佛。所以这个愿是啊宝中之宝啊，王中之王，心中之心，妙中之妙啊。纵然呢异口同音呢 以一张口一起来赞叹，来宣说弥陀一乘愿海，都宣说不尽。那么极乐世界啊，凡夫即是阿惟越致菩萨平等的法界啊，无情都能说法啊，山这个水呀 树啊池啊香啊光啊啊，通通都是宣说法音，令众生开悟啊。所以整体啊都是不可思议啊华严境界啊，华严境界啊就是这样，一尘一毛一香一花，个个都是啊圆明具德，圆满的具足了自性的妙德啊，圆融无碍，清净光明啊，又彻照十方啊，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那么《往生论》里面讲，极乐国土佛庄严，菩萨庄严啊，国土就是依报庄严，这依正庄严呢、都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清净具者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说明啊，极乐国土中啊，一切一切无非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下莲居老居士静修捷要里面有两句话讲，托彼依正啊，显我自心。自心就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法身，各个具足，人人有份。但是我们众生啊，就是迷了啊，见不到自己的自性法身。所以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安立这样的一个净土法门，建立这样的极乐世界，让我们在极乐世界中假托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来呀，悟明自己的心性，自己的法身，见到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就是见自己的法身，就是见自己的自性，见到自性就是做佛了。啊，见性成佛。啊，所以这个境界真真是不可思议。啊，一切事相无不是离体。啊，离体就在一切事相之中。啊，离体就讲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事相就是啊，所有的啊，莲花、宝池、行树、楼阁等等等等。啊，不仅呢理事互不妨碍，事事之间都不妨碍。啊，那莲花里头，那就能够啊，有百千亿叶，每一页就能够放啊36,000,000,000光，每一光就现36,000,000,000佛，每一佛就能够啊普于十方演说正法，普度众生。换句话说，十方国土就在这一朵莲花当中，事与事之间都不妨碍。啊，乃至极乐的宝香就普熏十方，令一切众生都可以闻到。啊，一切众生只要见到啊极乐世界的宝树花影，个个都能证无生法忍。啊，这真真是啊不可思议的妙境啊。而又正是我们自己本人的自心功德庄严。你能信这一切，就是信自信功德庄严，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而这一切功德庄严就入于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当中。这法门之妙啊，妙不可言的。啊，大家就在这堂中好好念这句阿弥陀佛。要知道，这句佛号就具足一切功德庄严。就是你本人的妙明真心，就是阿弥陀佛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你能念这一句佛号，就具足了
显密禅境无边法门的一切功德、一切妙用。正生真正是啊，一即一切，一切如一。华藏世界海啊，十方法界都入一句名号，所以我们持着一句名号，就入华藏世界海，就入十方世界，见无量无边诸佛，生无量无边净土。啊，现在能够如此深信不疑，从我们的自心升起这一句佛号，了知这句佛号就是我们自性法身之所现的，而就啊原念这句佛号，念念不疑就是原念法身原念自性，一念相应，一念作佛，念念相应，念念作佛。观经所谓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太妙了。所以藕益大师赞叹这个法门，就是无上圆顿心宗。心宗就是禅呢、无上圆顿的禅。这个禅不是指打打坐修点禅定那个禅而已，这个禅就是得佛心印当下做佛禅宗所谓向上一着踏着毗卢顶上行。我们能念这句佛号，就是踏着毗卢顶上行了。你说这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现在念佛用什么心念呢？就用我们的无明业识的心念呢没有断烦恼十足的凡夫念佛的时候就是做佛的时候所以这个佛号真的是金刚种子一入到我们这个乱心当中，这佛种就栽下去就像清水珠入到浊水当中，浊水就清洁，佛号入到乱心当中，乱心就变佛了。所以只要能够至信信受，发愿求生极乐世界那你就绝对不退转你一定往生西方往生西方就是作佛。只要这个心是真实的，你现在这个人还在娑婆世界，还在这个地球上已经被阿弥陀佛所摄受就像弥陀经上讲的，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
若当生。你现在发愿了，要求生净土了，阿弥陀佛就摄受你，你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你在成佛路上就不会退转了，只有进步不会退步。那么对这个国土来讲，若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经发了愿的已经往生啊，过去已经往生的人啊，现在发愿呢，现在生啊，还没发愿的当来会发愿啊，就现在你能够听闻一句佛号，将来必定也会发愿，金刚种子不坏的。当发愿就当发，当往生，将来往生。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发愿呢？你现在发愿，你现在就生。说的浅一点，这一生能生。就是命中的时候往生，这是讲的比较浅的，对凡夫可以这么说，也没错。说的深刻一点的，你现在就已经生了，不用等到临终啊。你现在已经发了这个真实的愿，你的真身已经在极乐世界七宝莲池阿弥陀佛面前了。只是这里的报身呢，化缘未尽啊，等到因缘成熟了，那化缘已尽了就离开了啊。这个法门就是这么快捷，因果是同时的啊。那么我跟大家讲这些话啊，都是有经典根据的，不是我在这里瞎编啊。大家只要能够相信，这个就是啊，给你种了无上的善根。纵然你不信，也是种了无上的善根。不管你信不信，解不解，听了那就是如实少金刚，毕竟不消。这个金刚吃下去了，身体坏了，金刚都不坏。那么如果你能够信加上接受奉行，那恭喜你了，不久当得成佛啊，做菩提场成等正觉，广度众生啊，你就是普贤菩萨。信不信呢？你敢不敢承担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啊！能信的都不是三四五佛所种善根，都是过去无量佛所种的善根啊！这一生能够发愿，那当生做佛。那么有这样的深信切愿，念阿弥陀佛，那往生啊是十拿九稳的。所以这一品的愿文啊，真的是无上的法宝啊！是十方诸佛的心要，一切菩萨万恒的思难啊，就指南针啊，一切菩萨都得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导归极乐就是根据阿弥陀佛这个大愿海啊，所以这一品的经文
是啊，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信众信。啊，华严之奥藏，法华之密髓。啊，这是伟大师讲。华严经深奥的宝藏就在此。啊，法华经秘密的精髓也在此。所以大家如果平常没有时间读全经，至少每天都应该把第六品啊好好的读诵。啊，老和尚把这个作为我们净宗早课必读。读了这个第六品，等于就是把全经的要义啊都掌握住。啊，那么这里就跟大家等于做个总结啊，把此48大愿呢做一个总结了。好，下面呢我们就啊来学习第七品的经文。必成正觉第七。啊，这一品是乘上面一品经文呢下来。上一品发大誓愿是因，这一品呢必成正觉是果，啊，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成佛。佛怎么能成呢？发菩提心成，啊，那么上面的48愿就是阿弥陀佛的菩提心，所以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那我们往生净土的人也必须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光是念佛也不能往生。啊，念佛只是修你的定力而已，啊，你没有发菩提心，果报不在极乐世界。啊，纵然你念到一心不乱了，啊，那么没错，你得禅定，将来往生禅天。啊，有定力吗？啊，但是没发菩提心，那就往生不了极乐世界。还不如发菩提心没得一心不乱的人，纵然念了10句佛号啊，人家就往生了。啊，那我们怎么发菩提心？啊，老和尚就教我们学阿弥陀佛，啊，学法藏菩萨。法藏菩萨发48愿，我们也发48愿。跟法藏菩萨同心同愿。啊，后面经文又讲菩萨心志愿呢，愿即果无异。啊，我们要做菩萨，发菩提心就是菩萨了。那像很多同学受菩萨戒，啊，受戒的时候戒师都会问呢，啊，汝是菩萨否？是菩萨。发菩提心位，啊，已发菩提心。啊，这不是口头而已啊，啊，要实实在在的。啊，发了菩提心可以受菩萨戒。啊，没发菩提心得不到菩萨戒。不仅得不到菩萨戒，也往生不了净土。那我们怎么发？就是朝着阿弥陀佛那个方向，模仿他老人家。啊，他老人家发48愿，我们也发48愿。他老人家要建立极乐世界，我们也建立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模一样。
这不是狂妄啊。我过去我记得19岁的时候还在广州念大学啊，当时去拜见本焕长老啊，本焕老和尚当时是广州啊光孝寺的方丈啊，那我家就住在附近啊，就去拜访他老人家啊，他老人家送我一本呢《大阿弥陀经》啊，是王龙书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本子。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啊，还没有听到啊净空老和尚的法啊，先读大阿弥陀经，读完之后很振奋啊，阿弥陀佛这么伟大，发这个48愿我也要像阿弥陀佛那样，将来我发的愿比他老人家要更殊胜啊。那时候以为啊，因为看到大阿弥陀经里讲啊国中都是声闻，我就以为啊怎么这个极乐世界只是声闻而已啊，将来我成佛我都要做菩萨啊，所有众生都要做菩萨啊。那后来才知道自己理解错误啊，其实啊啊不必超过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就行了，因为极乐世界个个都是阿弥月智菩萨啊，没有声闻的啊，我当时理解错误啊，所以要发这个愿，菩萨发这个志愿就是菩提心，愿自己的国土将来成佛的时候的国土跟阿弥陀佛要一样啊。那阿弥陀佛不会妒忌你啊，他一定会全心全意成就你，就像世间自在王佛成就他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佛之道诸佛同体呀，啊，你成佛你建立极乐世界就是他的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是共同的啊，啊，不是这光是一个佛，不是另外的佛，不是所有十方诸佛共同财产啊，极乐世界诸佛缔造啊，只是呢阿弥陀佛跟我们缘分深，所以诸佛推选阿弥陀佛做极乐世界的教主啊，来摄受众生。那我们发这个愿啊，也要普度一切有情，将来成佛，成什么佛？成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那你的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老和尚劝我们学阿弥陀佛啊。啊，这老和尚也是跟他的老师，就我们这里啊挂的雪公老人啊学习。当年雪公规定老和尚啊这个谨遵师教5年啊，5年之后啊才可以啊看别的善知识的啊，这5年学戒啊。那老和尚呢啊很本分啊，跟着雪公老人学10年啊，学成之后雪公叫啊老和尚啊学印光大师啊，就是这边啊挂的像啊，雪公很谦虚啊，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5年，
啊，之后你就要学印光大师。那老和尚呢，对我们呢，啊，也是这样谦虚。啊，那老人家给我们呢做个榜样啊，啊，先是跟一位老师学。啊，那我也是发心就跟老和尚学。啊，我的根性又比老和尚更钝了。啊，学公教老和尚学五年，老和尚延到十年。啊，我呢跟老和尚学二十年，又加一倍。那么老和尚说呢，啊，我劝你们呢，啊，学阿弥陀佛。那我们就啊跟阿弥陀佛来学。啊，阿弥陀佛在哪儿啊？这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就发心从今以后专修专弘无量寿经。啊，这一生发愿把无量寿经讲四十遍，这一次是第四遍，啊，只讲了十分之一，啊，后面还有十分之九要讲。如果一年讲一遍要四十年，啊，老和尚鼓励我说，你要是能够把无量寿经讲四十遍呢，你就是无量寿佛了。啊，专修专弘，啊，必成正觉啊。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啊，我们也来发愿，啊，假如你有寿命，不妨可以跟定弘一起，啊，学习四十遍。啊，假如四十遍没到，你就往生，啊，恭喜你，你更好，跟阿弥陀佛直接学，啊，阿弥陀佛跟你讲，还是讲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十方诸佛的心药，一切菩萨万恒的思量思难，一切法门都不出净土法门之外，啊。所以诸佛横说竖说啊，陈刹啊来说都是讲的净土法门。印光大师讲，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法门无不回归此法界。啊，那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啊学这部经啊，这是啊无上殊胜啊因缘啊。那么这品必成正觉啊，在法藏菩萨发完他的四十八愿之后啊，那么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会上啊，在这个奇舍觉山中转述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啊，说完之后就说这一品寄送啊。那么请看呢经文，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好，先看这 一首啊。佛就是世尊啊，告诉阿难尊者，那尔时法藏比丘把他的四十八愿说完了啊，是在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之前和一切天人大众之中说四十八大愿啊，请佛跟啊诸天大众来证明。那么说完愿就用寄送啊
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下面的偈颂呢，大部分都是四十八大愿的提炼啊，就是精华，当然也有补充的啊。那么一般在长行文之后有偈颂啊，偈颂一般啊是重诵啊，重新把前面长文长行文里面的意思再用偈颂表达啊，那么还是也有补充新的内容。那么偈颂的第一首四句，我见超世智，就是说在我得成啊，就是在我呀现在啊要建立超越一切世间的志愿，决定啊成就无上至道，就是佛道。这个愿若不能满足，我就决定不做佛。那么这四句就是开宗明义，显示啊，法藏比丘是要做佛的。所以前面讲这个超世智，超越一切世间，就不光是指这个六道了啊，也不仅是指超过声闻缘觉菩萨啊，是超越什么呢？超越诸佛啊，这样的志向啊，就是无上的超世智。啊，因为前面啊经文愿文里面啊，法藏菩萨就表达出啊，他这个极乐世界要超过一切诸佛的国土。那所以这个超世智就是超越诸佛的大愿，所有诸佛的愿都不如阿弥陀佛在因地中发的这个愿那么殊胜啊！虽然所有诸佛都为了普度众生，但是没有像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那样的简易直接方便啊，就近。所以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净土法门的殊胜是完完全全啊，是阿弥陀佛自心真实智慧的圆满流露。那么这个愿如果不满足，就是没有圆满落实的话，阿弥陀佛不取正觉啊！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年了啊，十劫了啊，那这个超世智已经建立了。好，下面啊有六句是讲啊。普令成佛，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穷生长夜无忧恼，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这六句啊，这大意是讲在我求成正觉的
时候，还要当种种众生的大施主，布施，救济他们贫穷和困苦，让这些种种的群生啊，在这个生死长夜之中，永远离开忧虑苦恼，并且出生种种的善根，成就菩提的妙果。前面四句啊，是讲啊，愿超过诸佛。这里的六句是讲，愿一切众生都成就佛道，究竟的脱离苦海。所以，阿弥陀佛发的愿就是上求佛道，下度众生。他要做众生的大施主。大施主布施什么呢？无非就是财布施、法布施还有无畏布施这三种布施三种布施都圆圆满满，叫大施主。普济诸穷苦，这就是财施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这就是无畏施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这就是法施法布施而三种布施，一而三，三而一比如说普济诸穷苦，这是财布施众生很贫穷物质生活很低劣这是一种苦恼那么就让他们呢首先生活过得自在，脱离穷苦。那阿弥陀佛说无量劫修得圆满的福德所以经文里讲他是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乐有情。这就是财布施令众生脱离穷苦那佛所布施的是无尽之宝他不用自己去做生产，手中常出我们讲他能神通变化你想要什么他手里就给你出什么，手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要钱马上几个亿的钱就送给你你要珍珠玛瑙这些七宝也给你那你嫌这些累赘我要得到天福，像天人一样的享受，阿弥陀佛也可以给你所以建立极乐世界，那个享受超过刀立天
啊，超过很多倍。啊，你想吃饭的时候，七宝钵气自然盈满，百味饮食自然现前。啊，啊，你想要穿什么好的衣服，七宝的衣服就在身上。想要住啊很好的宫殿，啊，宫殿随你的身，啊，到处走都可以，啊，不像咱们这个宫殿呢，啊，把这个宫殿建立起来了，它就不能走了，啊，我们叫不动产，对不对？它不能动的，啊，极乐世界没有不动产，宫殿都能动，啊，随着你飞行。啊，就像个飞机一样，啊，你就坐在里头，很舒舒服服的，啊，飞化十方，宫殿随身，啊，所以手中藏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你所需要的最上之物，甚至你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么殊胜的东西，啊，都可以给你，利乐有情，啊。让我们呢生活享受自在。为什么利要有情呢？就是用这种方便呢，令众生发起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啊，你得到的是自性的福报。那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啊就近的帮助众生啊脱离穷苦啊。那么穷生就众生啊在长夜当中啊受诸忧恼。长夜就比喻啊轮回呀，轮回怎么来的呢？啊，你的一念妄动，这是无明。啊，无明又不觉，那么就造业了。啊，三系六出的相，啊，就次第升起。啊，境界相出现了。啊，在境界相当中，啊，你呀，又不觉悟，啊，继续迷，啊，继续放纵你的妄心，就继续造业，升起我的执着，法的执着。啊，然后在执着当中，啊，又起贪嗔痴慢等等的见思烦恼，这就产生六道的境界。这个六道的境界，实际上就是梦境，啊，不是真有的，啊，那么你在里头没有醒过来。那就在里头受苦，啊，就忧恼啊，就像长夜啊，黑暗当中啊，你就有很多的忧虑、烦恼、痛苦，这些都是很冤枉的，因为这些境界本来是假的，啊，你不知道它是假的，你把它当真了，啊，那么就自作自受。所以帮助众生脱离苦海，唯有啊是帮助他觉悟啊。所以法布施就比财布施更为重要啊。财布施纵然你给他布施一座金山呢，啊，他呢不免轮回呀，啊，苦难他跟着走啊，
那你让他觉悟了，啊，他就啊彻底的脱离苦海，啊，这才是就近的帮助，啊，所以下面讲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令众生得到了佛法的熏习，善根增长，啊，那么渐渐就成就了菩提的果实了，啊，就可以永离忧恼啊，彻底的解脱。那么，以上的总共十句寄送，啊，就是啊，概括的表达阿弥陀佛的菩提大愿，啊，也就是极乐世界之由来。啊，为什么要有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就近的解脱，成就菩提的妙果，自己才真正成佛。啊，那么下面的四句就更为要紧了。这四句偈是啊，可以说概括了全经。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法藏菩萨发愿呢，说我如果成了正觉了，成佛了，我的名号就叫无量寿。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梵语，没有翻成中文。啊，阿是无，弥陀是量。啊，那么阿弥陀就是无量，无量什么呢？什么都是无量，一切都是无量。啊，所以这个意思包含的就太深广了。就不好翻啊，所以干脆就不翻啊，就阿弥陀佛直接用梵文，佛也是梵文啊，具足讲就是佛陀也啊，所以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全是梵文啊，没有翻成中文，换句话说它等于是咒语啊，密宗要念咒，我们净土宗也念咒，是吧？四句就是这四个字就是咒，而且是什么咒啊？无上咒、无等等咒，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前面讲吗？令彼诸穷生长夜无忧恼，能除一切苦。啊，那思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所以真实不虚。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咒，也是十方诸佛的心咒。你能念就念了十方诸佛的心了。那阿弥陀佛既然讲一切无量，那为什么这里单提个无量寿来讲呢？啊，因为啊，古德所说的无量的寿命是一切无量的本体啊。那么如果一切无量没有寿命了，那一切无量都落空了啊。所以无量寿是最要紧的，是啊，无量中的第一无量，第一德啊。那么这里的四句偈是讲无量寿啊，底下的偈子
啊，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就讲无量光。那无量光加无量寿，就是四十八大愿的主体。佛为什么要做无量光寿？啊，能够有无量寿命啊，就佛永不灭度。啊，那么众生啊，就可以呀、啊。永远有了依靠啊，就不会变成失去母亲的孤儿了啊！所以啊，这个《弥陀经》上讲，阿弥陀佛是尽现在说法，啊。无量寿经里头第九品也讲到今现在说法，这个今现在啊就很有意思啊，不仅是现在啊，过了无量劫的将来还是现在，还是今现在说法啊，永远不会终止的啊，永远都可以帮助众生啊，入佛之见，给众生做最殊胜的饶益啊，所以啊，佛要立名无量寿。那无量光就是普照十方啊，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国土。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啊阿弥陀佛啊光所照到的对象，没有一个漏的，所以一切众生啊都能够蒙阿弥陀佛摄受，将来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一生不处啊，当生成佛。所以这个无量光寿啊，就是啊整个大愿的主体了啊，完全都是为了饶益众生啊，没有丝毫是为自己啊。那么法藏比丘发的愿说，我成佛的时候啊，我的名号就是无量寿，众生听到我这个名号就一定能往生到我的极乐世界之中，这太殊胜，闻名就得生啊。可见名，这个弥陀名号功德啊，真正不可思议啊！闻名就得生哎，啊，这里经文讲的这么清楚，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一个不漏啊！为什么闻名就得生呢？因为你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就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加持，令你的业障消除，你生欢喜心啊，生起坚固的信心，你就接受，你就发愿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谓信愿持名啊，所以你就必定得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里闻此号，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重要的是啊，把名号功德要了解
也就是啊，这里头的道理要明白。啊，世上的、理上的，啊，种种境界啊，我们都要清楚，信心自然坚固，啊，愿心就自然恳切，啊，那么自然就能够啊，啊，念佛了。我们这个念佛不是只是嘴上念，心里头真有啊。如果你对名号功德不了解，那你念的就很难相应。能够了解了，一提起佛号就相应了。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欢喜，这次啊，善果林祈请啊，我开讲这部经，三年没讲了，有点生疏了，啊，重新讲起来，感觉到这个加持力不可思议，啊，这个睁眼闭眼都仿佛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自己的信愿呢，又比过去呀，大幅的增长。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同感。这个法门真的不可思议。那么能够这样的学习，这样的听讲，你就沐浴在啊佛光之中。自然呢，垢障消除，善根增长。原来信心不足的就能够坚固信心，原来愿不恳切的自然愿就变得恳切，所以俱来我刹中，你们大家都可以到极乐世界。这就是佛给我们的定心丸呢。这话不是随便乱说的呀。大家闻此号啊，就俱来彼刹中啊，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更有的同学啊，听经听得入神了，跟我讲，哇，感觉到刚才啊，一个半小时就好像在极乐世界七宝讲堂一样，这都是蒙阿弥陀佛的摄受啊。你就在闻此号的当下，你就仿佛入到彼刹中了，今愿今生真是不虚的啊！因为所有的境界都是你心想生，你现在的心全神贯注的在极乐世界的境界上，身体啊，虽然在啊这个地球上啊，你已经把整个境界转成极乐世界了。所以好好的用心的听这部经啊，都可以正念佛三昧。就好像啊，当年智者大师读法华经，读得很专注，入了定。入定没别的，就是全神贯注，达到一心了。一心了，境界就转掉了。立刻他就发现自己是在灵鹫山上，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华大会。灵山一会呀，出了定之后，跟大家讲，哟，释迦牟尼佛还在讲法华经呢。这是超越了时空，本来一切境界就是这种幻境而已。你在一心当中，那就可以在十方境界中随意去来。这就是念佛三昧，
所以这四句是四十八大愿的核心呐、啊，啊，是全经的教眼。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凸显名号功德。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这个名号闻到了之后，必定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那就是正阿惟越智菩萨，就具有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啊，而且跟诸佛一样的大悲心啊，在菩提道上啊，只有进步没有退步，直证啊无上菩提啊。所以这四句啊，最真实的和盘托出了阿弥陀佛带给众生的真实之力，也就是啊，显现圆满的弥陀真实智慧。那么这句名号就是弥陀法身，也就是真实之际啊，法身离体。所以本经讲到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真实之慧，真实之力啊，就是在这四句当中。这四句就是显出弥陀名号，一句弥陀名号就是三真实啊。那么真正了解了这句名号那么殊胜啊，怎么能不念呢？啊，那都是拼死的念了啊，从早到晚了、啊、不会间断，念念不已啊，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在今天要结束啊讲经之前，给大家呢啊用下莲居老居士的四句偈来作为共勉啊。这四句偈很简单啊，这个题目叫执念去，就是一直念下去啊，听经听明白了，闻此号了，一直念下去啊，念到呢睁开眼睛看的就是极乐世界为止啊。那这四句每一句都有两个弥陀啊，阿弥陀佛的弥陀啊，弥陀叫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执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啊。那这四句啊，可以说总结了整个净宗法门了。如果刚才一直听下来都很用心，这四句不难懂啊。阿弥陀佛就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因为我若成正觉，就叫阿弥陀佛，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叫你念阿弥陀佛，那你就老实念，口念心里听啊，口念弥陀，耳朵听到这个佛号，听到心里去啊。像印光大师用十念法，十句都是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么念啊，不会观想就不用观想啊，不方便观相也不用观相，不知道什么是实相也不需要实相念佛，就是这样的持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
弥陀弥陀就一直念下去，念到最后啊，谁在念佛呀？原来啊，弥陀念弥陀。啊，好了，那么，啊，话说多不如少了啊，现在我们就来念佛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啊，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